尊敬的各位大德师兄，大家好，今天是2015年9月18号，现在是7点多了，快8点了哈，7点55分，由我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小节目《老宋讲故事》啊。很多很多年前的今天，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的日子，你懂得。佛法不会那就让人呢忘记仇恨，但是佛法也讲究爱国爱家，所以说要想让大家变得家庭更幸福，国家更强盛，更富有，更和平啊，就得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家庭。爱一个国家也是一个信仰，爱一个民族也是信仰，爱我们的国家的国主也是信仰。无论你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啊，任何一个宗派，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仰，甚至你信仰毛主席啊，信仰中华人民共和国，信仰共产党都可以，心中有一个信仰，这个国家才会有凝聚力，才不会被外敌所侵。当一个国家人心没有信仰，只信钱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会容易趋向于衰败。这个故事啊，咱们古今结合一下。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个朝代，有一位书生，他呢学习非常的好，文章啊，就是可以理解为四个字，锦绣文章。在当时那个年代，可以说是才子类型的，也就是说当时呢，如果说去考试啊，就是说他不是状元也是探花或者榜眼，状元嘛。当时有很多算命的高人啊，那个时候呢的确有高人有传承。给他预测了一下，他将来呢必定高中状元，居官呢可能是当朝的一品二品的样子啊，他就很开心很开心，就上京赶考。到达某地啊，一个酒店的老板娘是个年轻的寡妇，两个人呢因为这个秀才长得呢非常的英俊帅气，用现代话讲哈，两个人呢老板娘当然也是风韵犹存，因为现代人理解的就是性感，两个人呢类似于一见钟情型的啊，因为于那个当天啊，两个人就住到了一块。在当时那个年代，人心都是很厚道的，不能坏人贞洁的啊，当人心都厚道的时候，他这一点点小不厚道的事情就会遭到贬惩罚，因为坏人名节啊。最后呢他好像呢只中了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个小
共生啊是个什么还记不清楚啊，当然和一品二品就更无缘了，当不了那么大官了。这是邪淫破人名节，导致自己福报巨损的一件事情。另外呢还有一个相似的故事，这个生源呢其实他也找人算过，是没有办法就是说考中状元榜眼探花之类的。那个时候他找的那个算命先生还是水平非常非常高啊，百不失一的。但是人嘛总有想拼一拼试一试看一看的心意，他就一心的就想考上考不上就这一回啊，我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如果人生连一次尝试都没有的话，那我活得也太失败了。他就风尘仆仆的啊借了一些盘缠上路了。到了京城附近有一家客栈，他就留宿在那里。这位书生呢依然是长得呢啊，虽然他没有考上的命，依然是才华横溢啊，对联诗词歌赋样样精通。长相呢依然是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就是刘德华郭富城一级棒。这个时候呢老板娘的女儿，就老板的女儿就看上了这个书生啊，就在这个大家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时的就是三更天，也就是咱们现在的子时左右吧，一点到一点一点钟左右，来敲这个书生的门，向这个书生表达各种爱意，用各种方式书生严词拒绝，并告诉他就是说我的福报无法撑起就是无法能和你相配无法与你结合，请你回去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如此来回僵持到一两个时辰，直到天亮，这个女孩呢因为每个人都有羞愧心吧，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当这个女孩离去的时候呢这个书生赶紧收拾行装，在这个柜台这个地方，就现在的吧台结了账，付了一些散碎的银子，赶紧上路。因为拒绝邪淫的这个就是这件事情啊，他积了很大的阴功并在就是当年的考试当中中了状元。邪淫者损福报，让自己的官位入命丢失拒邪淫保人名节者得大福报，得官位名誉，这是古来的故事。后来呢我又看了很多资料，说呢人要是大邪淫的话会遭到婚姻不顺等等等等各种的折磨或果报。这个事情呢我就在想啊，真的是这样子吗就给你介绍今天的一个故事，还是我身边的一个发小。这位发小在年轻的时候，在小时候我们就认识，而且还关系不错。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喜欢暗恋人，暗恋而不表达有时候还算是比较含蓄的。随着这个时间的一个推移，他慢慢的长大，长大之后呢从大约十七八岁左右开始春心萌动，就是他已经开始
这个路子呢就开始走得不正了啊，有时候呢还会去歌厅啊等等一些不洁场所做一些不洁之事啊。随后呢当然了这种种的事情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在我结婚的当年他也结婚了，他结婚的对象啊是他的一个下属，因为他喝醉酒了嘛，这个对象就送他，然后呢送了放到床上以后呢，对象就睡在他们的旁边啊，就是的就说他们呢就开始相爱。没想到呢这只是一个甜蜜的，只是一个开始，在后来以后发生了各种的不如意，结婚的丈母娘各种刁难，丈母娘呢脾气也不好，急得他和他的爸爸在那个他丈母娘家因为一点点彩礼等等事情纠结的，就是说在自己身上划了好多刀啊，然后呢现在闹得很僵。虽然有时候啊就是说原本是娶过来个媳妇儿，后来呢丈母娘说要给他在当地买套房让他过去住，他就答应了啊，答应过去媳妇儿也就跟过去了。过去以后呢媳妇儿就很少和他回来老家，当他去住的时候呢丈母娘和媳妇儿就赶他走，一般前三天还有个好脸色，第四天开始啊就开始赶他，不希望在他家住，就把他当成一个外人一样，夫妻关系非常的差，挣的钱给媳妇儿啊能得几天好脸色，不给那绝对就是仇人啊，两人就说关系非常非常的不和谐。当然了啊，因为他自己婚后也不太检点，所以他的爱人也不检点，这互相各有各自的啊，就说那个婚外情人。这就是我身边的一个故事。还有一个是我的高中同学，这人呢和我关系也非常非常的好，在大学的时候呢一起找了一个对象，有对象了之后，这个对象呢比他小啊小好多岁，他是比如他是大四的话，那个对象可能就是大一的样子，小很多。后来他毕业之后呢，这个对象呢肯定每天两个人不在一块嘛，然后再加上他挣钱也不多，这样的那个对象呢就和另外一个男孩好上了。这个时候他就一下子性情大变啊，在这个心情剧烈的一个悲痛之后呢性情大变开始呢在网上找各式各样的女朋友啊，用一句难听话来说就是来者不拒啊，直到最后呢在某年某月某日啊有这么一个女士就深深的爱上了我这个朋友。当时这个朋友在我的公司，他们这个女孩每天早上还我们还没上班的时候就来找我这个朋友，每天等我们下班了啊都吃了晚饭都快休息了，这个女孩还不走，这样深深的爱上了。后来才发现这个女孩有男朋友，但是最终他们俩还是结婚了。结婚之后呢过了短暂的幸福之后就开始无休止的吵架啊，吵架自己夫妻双方吵架也就罢了，然后呢还把这个架呢吵到呢
公婆啊，公和公婆不和，和姑姑嫂不和，也就是说他的妻子和他家庭里面任何人都处不来。最后这个妻子呢就开始打工，已经好多年是打电话或者偶尔见一面，偶尔这个偶尔就是一年当中可能就见个一面，最多不超两面。你有感觉每次见面都是匆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见面之后夫妻也不会同房，感情呢跌到极低点啊。还有呢两人吵架的后果就是让自己的儿子，他的大孩子有了一个自闭症，是一个医学的治疗难题。今天讲的话题比较沉重啊，无非是告诉大家一个真实，邪淫的果报非常非常的厉害，非常非常的可怕，短暂的快乐之后是无尽的痛苦和悲伤。这个业成熟之后是非常非常的可怕，非常非常的可怕。你是没有见到我两个朋友的婚姻，如果你见到了，你甚至会惧怕婚姻。为什么是这样？这都是邪淫的果报。邪淫是轮回的根，在将来他的所处的地方是报同住地狱，叫同住地狱。不学佛不忏悔，这个非常非常的可怕。邪淫得地狱果啊，得不善婚姻，这个婚姻其实也是地狱果报在人生当中的一个影现啊。守贞节，以前老古人说要守贞，守身如玉啊，把贞节看得无比重要，是因为明白万恶淫为首。这个淫为首不是说这一万个恶里边属他第一，他是什么理解呢？万恶淫为开头。比如说淫尽杀，你想和别人的丈夫或别人的妻子有染的话，那样子的话，当别人对方的配偶明白了解这件事情的话，那他不还恨死你拿刀砍啊，那不就淫尽杀吗？淫尽盗。现在呢这些贪官污吏好多人就是为了包养情人，而为包养情人他需要大量的资金，对吧？大量的资金从哪来？贪色的后这个尽就是去偷盗啊，贪官去贪污啊，普通人就是去偷盗抢劫啊。所以说这是淫，是一切恶的一个根源，万恶淫为首啊。真正的就是能守自己的节，守自己的名节，守身如玉啊，男人守住自己，女人也守住自己，这样子呢家庭就能和谐，家庭就能和睦，家庭就能幸福。如果互相皆不检点，那将来就是一种痛苦痛苦痛苦。刚才给大家讲了四个小故事，都是围绕这个事情来说，是选择守身如玉，保持一个干净的自己，还是选择现在的花天酒地去放纵自己，是选择天堂还是选择地狱，这是您自己的选择。你如何选择呢？聪明的朋友，我相信
你有了更好的选择，你是智慧的。感恩您今天收听老宋讲故事。今天的故事虽然沉重，但是你只要认真听，必有收获。阿弥陀佛啊！有事请呼宋幸福，宋幸福会让你更幸福。